King 哥，收到消息 ，Johnny Cup 系军人出身，喺泰北拥有一支黑魔游击队，走私贩毒，人口贩物样样做齐。佢哋咁急要批军火，想搞咩啊？咁啊，因为 Johnny Cup 佢想加强火力，同另一支新崛起嘅游击队开战。照咁睇，佢哋一定会揾人运批军火翻嚟。喺香港有能力接呢单生意嘅组织唔多，万一同盟入边有人私下同佢交易，咁就麻烦，一定要及时。收到。 咩话？你入零时，你唔系俾炸弹炸坏咗你个脑啊嘛？我话佢分咗几张啊，零时一票低入零时啊，最起码都总经理啦。有冇十皮嘢一个月？我入去系学嘢，同普通职员嘅价钱一样，最少捧过你哋啊。喂，你唔系啊嘛？大子仔嚟噶嘛？你调高嚟买啊嘛？使乜啫？零时第时都系佢噶啦。我哋谂住去边啊？我只系想零小姐远离同盟嗰班人，唔想再掂啲污糟泥。 虽然具体点做仲未谂到，但系唯一嘅方法就入领事，由佢核心开始。<咳> Sorry， 我想讲嘢唔好咁天真啦。领事成立咗咁耐啊，内部嘅运作系一环扣一环有规嘅，就凭你粒沙就想改变，算啦你。我知道领事同政商相克嘅关系非常之复杂，要令小姐退落嚟唔系我把口讲嘅名义，但系我有嘅系时间。 其实时间都冇咩噶啦，你谂下凌小姐各位咁多人候住，万一佢一退落嚟嘅话，实有人入位噶。仲有啊，凌氏咁多仇家，如果凌小姐失势啊，你走都走唔到啊！你讲完啦嘛？我想话俾你听咧，你讲嘅嘢我已经全部谂过晒，总之主导埋嚟就食，怕乜嘢啫？未试过点知唔 work 啊？ 我就系中意你咁坚定，做兄弟嘅一定撑唔抵。总而言之咧，将来食粥食饭，俾你啦！喂！ 倾紧咩啊？杰哥又好大热啊！系啊，整杯斋啡等你有个罐哥，醒精神啦！我不知几醒神，我仲记得两日后系你生日啊嘛，今年难得喺香港，不如搞大佢。喂，好啊，大食会！喂，我多谢你嘅心意，咁但系生日咧食餐饭得噶啦，不过最好就唔好搞添。点可以唔搞啊？你往阵时生日系名医都帮你搞大龙凤，又搞大鬼，又生日礼物咁噶嘛，今年一月又我照你。先生，揾我有事啊？ 凌小姐接咗你就系生日，托我送份礼物俾你。送俾我？凌小姐一直记得你嘅生日，每年梅姨送俾你嘅礼物都系佢亲自拣。咁即系话之前嗰啲 MP3 啊、手提电话啊、单车啊、Action Cam 全部都系凌小姐送嘅？05岁嗰一年，收到第一对波鞋，都系佢送。 阿薇话咧，杰仔嗰对白帆鱼烂晒，今年生日送对波鞋俾佢就啱晒啦。嗯，佢一定中意。佢都5岁噶啦，系时候学绑鞋带。易先生，你去到台湾嗰阵，记住叫阿薇教佢啦。嗯。凌小姐，个单车经验我哋要求砌好咗啦。非常好，呢两日要拎去台湾，如果唔系赶唔切噶啦。你真系好锡阿杰喎，知佢中意运动，连单车都拣嘅最好嘅送俾佢。 阿薇话杰仔中意咗佢女同学，有架单车送个女仔翻屋企都易啲。哇！而家啲科技咁犀利个嗬，咁细架机又咁多功能啊，唔知佢中唔中意咧？虽然你冇同佢一齐生活过，但系咁多年嚟，你都留意住佢一举一动，其实你好清楚佢嘅喜好。放心啦，你每年送俾佢礼物，佢都好中意。 呢间系你间房，我叫 Heidi 啊，系物流部总监蔡生嘅秘书。今日咁啱佢请咗假，但系李小姐咧已经交低咗噶啦。你对我哋公司嘅运作唔系咁熟悉，如果你有咩问题，可以随时问我。哦，好啊，唔该晒你。我出发先。哦 呢个系你嘅位置。你冇嘢啊，马女。
你都好鍾意我，房都冇間俾我坐啊！話曬我都姓凌㗎，你當我係低級職員啊？唔好意思啊，凌生，經理咧先至有房㗎。其實咧，你呢個位咧已經係成個 open office 咧最好㗎啦。或者你想坐邊個位，我幫你安排啊。咁如果我想坐你大髀，係咪都可以安排啊？就唔好玩嘅，飲杯咖啡嚟。好啊。 Heidi， 唔好意思，我唔知点称呼你，但我想攞公司最近三个月嘅货单出嚟睇一睇。吓？吓？你要做噶嘛？你应该知道啲货单摆喺边噶。你够喺度做咯？你唔知啲嘢放喺边嘅咩？阿凌生啊，唔好意思啊，高生系今日新嚟嘅经理，佢咩都唔知噶，希望你唔好介意啊。冇嘢啊嘛？咩都唔识就走嚟做经理，仲有房坐添啊？ 我凌家就走去同啲低级职员喺度吹风，乜嘢道理嚟啊？凌家走，做咩啊？唔识我啊？阿高生啊，你有咩吩咐咧？同我讲得噶啦。头先咧，你咪话搵啲咩货单嘅，喺嗰边个柜啊？我带你过去啊。好唔该你。喂，咖啡啊！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啊。凌小姐，你搵我有事啊？走。哦。第一日翻工惯唔惯 ？OK。阿秘书Heidi已经同我讲街晒，物流部嘅运作，但系真系有好多文件要睇嘅。 嗱，呢度呢啲咧就系凌氏集团呢两年嘅业绩报告，都希望你尽快熟悉公司嘅情况。哦，好啊！哇，啲人话凌小姐要求好高，真系唔系讲笑嘅。我对你有信心啫。哦，系啊，你送俾我份生日礼物咧，我已经收到啦，我好中意。 但系因为太名贵，所以我唔舍得戴住。唔使客气，你中意就得啦。嗯，不过点都好，我都要多谢你，多谢你每一年都记得我生日。易先生话晒俾你知。系啊，诶，听日就23号啦，咁阿 G Force 同埋阿欣咧就谂住同我搞一个。入嚟。妈。咦，你都喺度啊？阿 Ken。 唔阻你哋啊嘛，我唔阻，我同凌小姐交代啲工作嘅进度啫嘛，我唔阻你哋啊，我出翻嚟做嘢先。喂，哎呀，唔该晒。妈，你记得听晚嘅约会噶啦嗬，我已经请咗炳叔出山，主定靓足底等我哋。你睇下你啊，每年到咗12月23，你都特别紧张。又系12月23号？哦，唔该晒。 OK，得唔该。我已经 cancel 晒听晚所有嘅 appointment 噶啦，真系好耐冇试过炳叔嘅手势哦。听晚可以试啦。你系问点解啲货单账面数咁大，但系实质出货量连10% 都唔够？你个答案即系话俾我听啲数系假嘅，令事一直以嚟都系帮人使紧黑钱啊。我未同你讲过嘅，喺我哋嘅世界呢一啲。 即係正常嘅商業運作嚟。Hello， 北美嘅朋友，你哋好啊！我係 Toby 梁靜琪，想睇我有份演出嘅《家族榮耀》，就快啲攞你哋手機出嚟，然之後 download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。